我们特别邀请了教育界人士和企业管理层作为讲座及分享会的嘉宾，一起和从内地高校毕业的优秀学生谈谈在内地升学的宝贵经验和毕业生的事业发展前景，希望学生、老师和家长们可以得到更多在内地升学的资讯。两地学生流动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在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的香港学生人数超过15000人，在香港高校学习的内地学生近30000人。二是教育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在19大对港政策红利的支持下，2018年内地对港免试招生高校增至102所。据我了解，这些参展的高校都是内地顶尖的综合性的大学和特色的知名的高等学府，他们办学历史悠久，学科积淀深厚。对港免试招生办法咧，从2012年推出到而家已经有6年嘅时间啦。招生高校嘅范围咧就系进一步扩大嘅，从第一年嘅63所到今年嘅102所，我哋而家嘅招生嘅高校咧系多咗，数量上多咗好多。香港有一国两制之便咧，其实系我哋因为国家嘅政策嘅关系，因为一啲历史渊源嘅关系，国家嘅政策。是给了很多的优惠给我们的同学，是入到一些很有名的大学去深造。内地的学生一般来说都挺勤奋 的，但是我们香港学生有个优势，就是我们香港学生比较上灵活。我经常用个比喻，就是说如果很清晰地知道一个问题在哪里怎样解决呢，内地学生是做得很好的，内地毕业生做得很好，但是你想找个问题在哪里和什麼方法最好解決，有時往往香港學生就有個靈活性的優勢。所以你如果能夠在內地讀書的話，相信有可能就你兩個最好的東西都有在這裡。內地畢業回來香港的同學最大的優勢就是他知道內地的國情，在對比在香港同學來說這個是佔優很多，即最簡單起碼我們可以聽和講普通話。我當時畢業回來香港的時候，在香港找工作是很順利，我自己都估不到那麼順利，可能就是機緣巧合，就是那時候內地的發展非常之發達，我們香港在內地畢業回來就有最好的優勢，就是又了解香港的情況，又了解國情。其實我就覺得去國內讀書是可以給到我一個更加多視野，是更加廣闊，還有有更加多的機會。因為始終工程呢講緊是你需要接觸很多新的東西，是很考你的經驗和眼界你的視野的。因為香港呢讀醫的競爭的確是非常之大的，咁我呢個我覺得係我哋必須要承認，但係係咪因為競爭大，我哋就應該將貨就價，放棄自己的夢想呢？我當時問過自己，咁我覺得唔應該嘅，因為我唔想將來老咗之後會後悔自己嘅選擇。咁所以我咧就放棄咗當時香港大學俾我工程嘅學位嘅 offer， 咁而去決定北上到暨南大學讀醫嘅。咁其實咧，當初點解會翻大陸讀書呢？咁因為咧，大陸嘅收生嘅分數咧係同香港要求咧係低少少嘅。咁同埋咧，大陸會比較多學科可以俾我哋揀。好多學生都分享過就係一啲企業真係中意一啲更加中意比起純粹係喺外國體驗個生活得嚟，但係原來可能喺了解咗中國內地嘅行情啊。再在翻香港邊發展啊，或者在中港兩地的一個融合啊，咁啊呢個亦都係去考慮升學的時候，亦都唔一定單單純粹係諗外國係咪傳統地去諗得咁好啊？有冇其他更加好的選擇可以俾你去考慮咯？上去讀書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件事，係啦，咁亦都係佢好多嘢係
超乎了你的想象，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的一件事。如果他、去过外、内地又好，或者是外地又好，去有一些留学机会的一些、应征者呢，因为毕竟他可能有几年在外地的生活呢，那变了也都见到他那个的、治理能力啦，或者可能、待人接物的态度啦，或者可能个我们叫做一些、比较坚毅一点 的情况啦，其实都会有进步的。